阿灿，无论人家怎样看你不起都好，阿爹对你很有信心。虽然现在你又没了武功，但是以你的底子，只要你肯出少少力，必定还有一番作为的。我现在已经没了力，也都不想再用。打住过来，哎呀，嗱，呢拳咪几咁有力吓，所以话咧，做人咧点？算啦，唔好再晒啦，唔好再晒时间，你不如俾我瞓下觉仲好。你慢慢瞓啦。仔啊仔，我几经辛苦才至搞到咁嘅阵容，你俾啲心机练好啲打嗰棍法至好啊！你都留翻只棍俾我得噶，啊！抱怨抱怨，牙尖住抱怨，牙尖住啦吓，嘿，嘿。